我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没有看前几期，然后在家各自的这个表现，主要是靠思远，然后在我开始选角之前，然后就有一个很快的一个101的这样子的一个 session， 包括其实当时有讲说，哎，狼王这一个新加的一个角色，其实是要带一点比较冲劲的。所以当时我就想说，哎，那可以让肖阳，他因为一直有在讨论说要究竟做些什么，那我觉得其实可以就让他去尝试一下，冲在前面，想得这么周全。那包括其实有跟我讲说，哎，雅琪因为之前没有很多的这种特殊的角色，那我觉得，哎，可以有找一些让他去尝试的，因为两位好像之前前几轮有的时候会比较出跳，那在这个时候的话，如果别人投他，那他又会怎样？所以我还是希望在整个的角色分配的时候，然后当让大家都有一些不同的体验。一曲大戏，雅琪。有身份了，爽不爽？爽，这种感觉太亲爹安排的。我们想知道最后的那个任务一是帽子错了吗？是帽子错了。学院风它是那个牛仔帽，但是我们那个颜色那个任务其实也蛮刺激的。对，因为它只要答错一个。就结束，就是哦，但是 Kim 和小白兔的表现很好，是吗？是的，是的。为什么我们要表现这么好？又是卧底在做任务。我们有好几个都忘了，然后 Kim 帮我们想起来。我觉得不在，我头骨不在，柔和桃，经典男，没错。哇！谢谢 Kim。谢谢一头善良的狼，善良的狼。直接体验。我觉得先最有发言权的是雅琪，我们看你在里面不亦乐乎，忙得不亦乐乎。整个过程下来非常的开心，因为第二个课题主要是拍摄嘛，这是一个团队合作的过程，最后创作出来的可能只是一张海报，但是在这张海报的背后其实是有很多工作人员他们的付出的。要设45度，好，没问题。然后就这个职业来说，其实我们说服不了所有人，我们只说服得了自己。我觉得无论是时尚还是这样的一个游戏，通力合作对每个阵营来说都很重要。无论是这个游戏还是大家将来的一个生活，其实体验都是非常重要的。无论是游戏还是说是未来的职业还是人生，我都希望大家能够有不同的体验，然后大家都能够享受。 Offer 尽调局的第四次职场体验任务结束了。由于本轮平局，所有候选局长和调查员不予积分，互相恭喜一下，互相恭喜，握手言和。由于本局结束较早，我们将额外增加一场捉杀局。欢迎各位调查员来到 Offer 竞调局的线下狼人杀局，我是本次游戏的法官。鬼鬼祟祟，我自首自首。只要坦白，留你两局。爽到了，爽到了！哦，不行，我还要回归一下。自卑，回归自卑。自卑真的不一样。对对对。等下让我回忆一下一些难过的事情。你不会抽盲盒调查员吧？是个大好人，是天大的好人。首先我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本次的线下狼人杀游戏。在你们11位调查员当中，将会有4位卧底，3位普通调查员，以及4位有特殊职能的调查员。他们分别是预言调查员、黑白调查员、守护调查员、竹蜻蜓调查员。以上特殊职能的调查员都隶属于 Offer 阵营。最后卧底阵营也有一位特殊职能的卧底，时尚刺客。下面游戏开始，天黑请闭眼。守护调查员请睁眼，请指定你要守护的调查员。卧底请睁眼，请卧底相互确认身份，请卧底指定今晚你们要回收 offer 的目标。卧底请闭眼，黑白调查员请睁眼。
今晚他被回收 offer 了。你是否要留下他的 offer？ 你现在有一次回收 offer 的权利，请问你要回收谁的 offer？ 黑白调查员请闭眼，预言调查员请睁眼，请指定你需要验证的调查员。竹蜻蜓调查员请睁眼。天亮请睁眼。今天晚上二号你的 offer 被回收。好开心啊。你有遗言？零几米以上，然后因为也是突编局嘛，就不给台身份了，就这样。下面从三号开始依次阐述观点。我是普通级普通以上调查员，然后这一局的话我想先听一下后面的发言，我目前还看不出什么信息。你们这样子我也说不出什么呀。这个因为没有同手同救，所以二号应该就是黑白没有救。他是不是自盗的狼呢？我觉得应该不是吧。然后呢，三号这个划水暂时无法评价，好吧，我也啊，我什么都不是，我不是，我没有，别瞎说啊。不要针对我，过。首先我这一把是普通级普通以上的身份，但是我没有视野，所以目前盘不出特别多的信息。比较敏感的一个点是四号非常肯定二号的黑白调查员的身份，目前听不到特别多的信息，我再听一下后面的发言。然后我的建议就是有查杀的话可以先出来带队，如果没有的话就暂时先保护好自己。我的身份是普通级普通以上调查员，然后如果我没听错的好像四号没有说二号是黑白调查员吧，不知道你是听错了还是你太紧张了。因为我不是卧底的身份，所以没有看到太多的信息啊。过。 OK， 我七号玩家发言。首先现在场上的信息非常的有限，先是二号第一晚上女巫没有救人，然后三号是完全的划水发言，并没有对于二号的离场做任何的评价，这一点在我这会打一个问号。四号主要说的点是他觉得狼人不会自刀，就是所以说女巫他就